我其中有一个视像人士话：，唉，彭程，我真系好多谢你啊！我30几年冇睇过戏，哇！我而家入去有机会再睇戏，我觉得好开心啊！我真系好多谢你啊！唉，你谂下我而家咁样讲起就，我真系好感动，我都唔知自己噏乜，系 我好唔开心嘅时候啊嘛。我听到呢啲掌声，听到呢啲鼓励，系俾咗我觉得我自己，哇，原来我都有价值嘅，即系我唔系话因为我嘅感情失败而令到我嘅人咧，哇，好似冇咗价值咁，哇，所以我真系。我覺得我的自信心慢慢開始即係翻嚟啊，咁